四大发明，四大发明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种观点，是指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，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，具体包括造纸术、指南针、火药和印刷术。四大发明中，指南针的出现时间最早，前身是司南，据古矿录记载，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河北磁山一带。造纸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，与活字印刷术一起促进了世界文明的流通传播。火药的发明者虽然是中国，但将它运用到战场上的却是西方国家。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为世界留下的一串光耀的足迹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